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杜景川不会没有防备的？我说了，你还给我！你先过来。 打扰了，干什么呢？奇怪，王小姐够爽吧？老爷。 姜姨太有些不舒服，我刚喝了点酒，有点过敏了。我看看，这么严重啊！我现在浑身都不太舒服，我能先回去吗？好，那你先回去。罗秘书，送下姜姨太。好，不用送我了。 你干嘛？把枪给我！把枪给我！ 怎么了，董事长？没什么，做了个梦而已。罗秘书，你说那天在火车上的卫生间里面，那一男一女，是薰宇和江一泰吗？